刚才对着镜头 wink。今天是不是也可以溜达出去？可以啊，Finally。早餐吃 French toast 加一个这个枫糖浆，最近特别爱加这个，都已经加了三分之一了，感觉是前两周刚买的。水了，这还有，够吗？刚刚好。耶。多一点就多，少一点就少。早餐 French toast， 开了的这个稍微有点黑，然后我煎了一个蛋盖在上面，嘿嘿。奶味很重。哇哦，烧得好好的。送小米上花的时候要送到车城的。哎，哎，记。你的皮肤怎么这么好呀？哇，我的脸跟他的脸放在一起，感觉我的脸开了锐化，他的脸开了磨皮。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？对。昨天去逛 Whole Foods 的时候，买了一盆超级漂亮的绣球花，我今天打算给它腾一个盆儿，就是那种宫崎骏风格的那种蓝紫蓝紫的绣球花。我的头发最近长长了耶，可以稍微扎起来一点。感觉整个人精神清爽多了。搞定了。阿哥布。
呦，哎呀哎呀，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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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，咦，咦，咦，呜，呜，呜，啊，我的这个包刚好，我现在还在哺乳期，所以我每次想喝一点带劲儿的东西，我就会喝气泡水。又快十点了，刚才子阳做噩梦，又跑去看他。他最近睡觉就很轻，以前的小觉我都可以把他放睡了之后就可以干自己的事情，现在小觉我都一动不动的要陪在他身边。所以我最近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时间，然后今天好不容易他睡得早一点，然后就可以剪剪片子，稍微放松一下。我刚从国内回加拿大的时候，我以为倒时差的时候是最累人，可能会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，结果没想到倒时差是最幸福的一段时间。只要每天都是7点就睡觉了，然后9点之后就无论我们在外面做什么他都完全不会醒，就仿佛好像回到了二人世界的时候。2个吃完了，最近买了一个这个超级可爱的小蒸锅，底下就是水位也很深，可以煮个鸡蛋，然后上面就可以蒸一些早餐，因为我们家现在的蒸锅就很大就不太方便，然后本来买这个时候想着也可以蒸宝宝的辅食，我们先用起来。然后昨天逛大统华的时候看到了这种手工包的包子，感觉早晨吃会很好吃，简单蒸一下，然后打一个豆浆。你要吃几个？你吃几个？我取决于你吃几个。流出来啦，那感觉不错哟。今天的早餐，肉蛋奶。我的鸡蛋已经非常拿手了。哇，我最爱吃的鸡蛋又上线了。嗯，没有那么腻。上周在网上订的新的安全座椅到了，是 Nuna Brava 这一款，超级好看。啊，今天打算让 Kello 下去把它安上，因为他在家里摆着实在太占地方了，一个大箱子，还有一个大安全座椅。我们现在都是给子阳用的提篮嘛，现在觉得提篮实在有点太小，而且他现在基本上是可以坐起来了，所以就打算把那个提篮给淘汰掉。换成这种正式的安全座椅就安全多了。嗯，先躺着吧，不要翻身，妈妈干点活好不好？ OK， 跟大家分享一个状况，就是我的衣柜太乱了吧。我打算把整个衣柜重新整理一下，然后 purge 到一些我不太需要的东西，一定要把一些我一两年之内没有穿的东西全部扔掉。今天要下定狠心做这件事情了，拜拜，加油。
我的衣柜整理好啦，稍微的给它把颜色排了一下。然后这面是我的裤子，感觉整个衣服就少了很多啊。这面的衣服，那边是宝宝的，他也暂时没有什么衣服，因为底下有箱子，所以这边放了一些短款的衣服。重点是这块底下这些鞋，我 purge 掉了非常多，而且吸了一下里面的千年老灰，完成。这些就是我这次 purge 掉的衣服，然后 Kello 也跟着我 purge 掉了一些他的鞋之类的。我这次这些全是我要扔掉的裤子，就很可惜，有好多都是我还很喜欢的。因为我虽然现在生完宝宝之后体重已经回去了，但是我感觉我胯骨就是变宽了，所以我以前你们看我以前的 Alo 是穿XX小，然后这里面还有 Arisia 的 legging，two extra small，就是这种。我现在都很不理解为什么我以前的腰围会这么细，因为现在看着也蛮正常的，所以这些就都不能要了。然后我感觉我现在的号码应该会是 S 吧，我的 legging 这次基本上全都要被扔掉了啊，流泪。但是说实话，一般的衣服牌子都不会出到这么小，所以理论上我现在会比以前更好买裤子了，又可以买很多新衣服了。在做中午饭，打算做一个非油炸版的地三鲜。然后我这回青椒和茄子都是手撕的，因为听我妈说好像手撕的菜更入味一点。今天尝试一下。然后这面再炖一个鸡汤。哇，上次去我姑家的时候给了我一些材料，尤其这个蘑菇，神奇的蘑菇。反正这个蘑菇放进去之后，整个汤都特别鲜。上周我喝了一次，本来是不爱喝汤的人，但这个汤真的超级好喝。感觉我回血了。出门退两个包裹，然后还要取我订的花，顺便遛个娃。看看你的安全座椅安的怎么样？刚出车库，居然就睡着了。哇哦，这个座椅好好看呢，又多了一个新的时尚单品。